半个小时。而且中间你还把惊喜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做准备，然后看到红线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是很大的惊喜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就是当老师在场，但是对我来说大事感到，所以真正的大事出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惊讶，是很感动的。这件裙子是 Valentino 的裙子，然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，苹果绿。其实我的化妆师他们看到这件裙子之前都很担心，说这个裙子的颜色很难驾驭这样子。我说没关系啦，就希望可以穿一个这么亮的颜色，让大家看了都很开心。今天我是跟李国煌老师一起颁奖，然后颁最佳男主角。那男主角的入围名单里面呢，同时有我第一部电影合作的张震，还有我目前最后一部电影合作的柯震东。我很希望我可以颁给他们其中一个，私心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入围金马奖就是已经赢了，对，因为每一年都这么多的华语电影，然后要能入围到前五名真的很难，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五位男主角都是很棒的演员，对，